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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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讲经啊，一直在跟大家不断的在这边沟通啊。事实上，听经闻法跟讲经的目的啊，就是在启发大家平常呢有一个正确的在修行上的一个正确的知见啊。知见若是不同啊，你会发现，所以对一切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啊，你心头中啊所转的法轮就会不同。知见不同，法轮不同，你再看世间呢，所有一切心中的纳受就会跟过去的一切凡情之见完全就是不同啊。所以有很多的经文上的道理，有的时候用凡夫的知见呢，你很难在上面去深刻的体会。因为为什么？因为毕竟是什么心什么样的业，它是什么样的心，那趁如是业的心中，它就不能够什么，就不能够入如是其他不同业感的心中的道理，就有点类似啊，只要在大觉心性散在世间啊，随缘现起，再黑再白之时啊，黑不能知白，白不能知黑。你站在这个业感之界之中啊，你就很难去体会那些超越如是业感的心中的种种其他的道理啊。所以你一个人真正想要真正能够在修行上能够入手，能够有那个下手处，第一个就一定是在什么，在知见上建立。光在知见上的建立，那可能呢，那要设你平常日常生活之中食衣住行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中的发心，所以一切在食衣住行上一些生活之中的他的一个整体的生活的态度啊，跟你的表法跟你心中的一种赤诚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你平常那边一个起心动念当下，你念念之间必须要懂得如何回光返照开始。什么叫刚开始的回光返照？那当然不是在最毕竟意义上说的，但是你毕竟要能够在现前的所有一切业感的这种当下，你要体会出它是什么样业感的执念。我怎么还甘心堕在如是业感的执念上？你只要有一念不甘心堕在如是业感执念时，那过去所有一切执念上的业感的势力，它就什么？它就能够淡薄，它就慢慢，它就能够离你远去，这就叫做消业。所以真正的业力虚妄故，业力在什么地方起，在什么地方建立，就在你现前的知见上建立。你越是执着现前的这种种感受种种知见，你就越难够离开我现在的所有的一切在如是知见下面所起的一切的行为，跟所有一切心中所泛起的一切念头感觉感受，你都在这上面，然后起成世界，化成所有一切世界，变成将来流转的业力，它永远就是让你把你牵留在所有一切世间上。在世间呢，世间都不是你所感受的如此，因为什么样的心境所感受的世间所表法不同，世间呢，它不代表种种法，所以个人知见不同后，个人在同样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取其所需，所以就在一样的地水火风四大之中，每一个人因为心经中的知见不同，他在四大之中将来的内心之中的纳受跟感受承担不一样。
所以知见为上，所以这个常常讲讲听经闻法就是在贯穿啊，就是在贯穿。先不要讲到第一义谛中，最少你一定要在肯于在先前的一些凡人的知见上面，你要肯于去什么？肯于去真正深刻面对。你要告诉自己，这个人生毕竟是如梦如幻，将来在你现前所有一切梦幻的这个人生当中，连这个知见都没有证实，这个知见都是业感所起而已。你如何还要在不断的现前，还要在这种业感的气氛上面，还在为自己罗织啊，再去变成将来所要奔赴的世界、奔赴的生命，所以那叫可怜悯者。事实上，生命都是虚妄的，这一念啊，那念念之中都是刹那生灭的。有时候仔细思维，没有一念你能够抓得到啊，这个真正的生命就是真正是如同梦境一般的。我们却在这个如同梦境之中的这种生命中，这种业感生命里面，你还甘心堕在种种最沉闷的一些业相识，这个造作的一些知见上，那实在是真可怜悯啊！那实在是真可怜悯。所以要改变知见呢，一定要什么？要发心，心中一定要发心。要在平常日常生活之中念念之间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个行者，我现在是一个修行人。什么叫做行者？什么叫修行人？行者跟修行人呢、啊、你要在心中要解释错误，这几个名字啊，在你心中起不了力量。行者跟修行人就是我就要真正找到自己，真正就是在告诉自己不愿意甘心受这些梦境的势力流转，这样的人叫修行人。讲你在内心里面真正有这样的如实的体会，那这种修行两个字在内心之中是非常迫切的，那内心中所激起的这种势力啊，这种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你只要有一念不想要离开现前的种种幻梦的种种束缚，你就变成什么？你就甘心堕在梦中的人。甘心堕在梦中的人将来生生世世不得自在，除非你甘愿，除非你愿意。所以那甘愿愿意，那所以再也将来碰到任何的逆境现前，你就再也不能够啊什么，再也不能够怨天尤人，因为这是你毕竟甘愿的关系。所以一个行者，一个发心中，他所以开始念念之间呢，在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他就要告诉自己如何用种种的行为表达，使心意中啊，他能够假借意念表达出来，就自己所表达的意念，他能够还摄自心，所以让自己心中更能够恳切，我是行者，我是行者，我出家二十多年，我有在最近这几年中才真正体会到，日常生活才是一个修行人下手处。所以这尤其是这段时间，我对于每天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之间，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个行为上面，甚至每一个供佛上面，供佛了上根香了，上杯供杯水，我都要力求自己做到心中的发心明明白白。因为我知道有就是在这些十一住行所有一些行为动作举止里面，这就是一个行者不断的在呼唤自己，不断的告诫自己，我是行者，我是修行人。在供香之时，我不但是行者，我供的是什么？我供的眼前供的是我将来要成就的所有一的，在成就的就是心中所有的一切的发心的根本目标。你能够真正老老实实在心中不断这样为自己呼唤，为自己扎根，你不要小看那只是一些行为而已，它在你内心里面渐渐将来产生的知见就会不同。所以到时候你会体会世间上任何事情的跟过去的凡夫知见就是完全不同，知见不同世界就变，知见不同感召就不一样，知见不同你眼前看的过去你感觉都是沉闷处，将来搞不好你看到处都是什么？都是你的菩提场，全都是你的菩提场。是用那个搞不好三个字是用错了，就你将来就是真正可以看到，就是你的根本的行，就是行者的菩提场。就在这一念上面，过去都是知见，知见这个知啊，是你本来的大觉处，可是众生就会堕在知见上面的知见相上，决定的这一生之中啊，你是真正就是到流浪到最后，还是肯于回头。因为知见体中是没有任何相的，它不是属于哪种知，也不是属于哪种见，但是它就是随你现前的因缘能够起成种种知，起成种种见，所以你才会看到知见大家都在用，每一个人都用种种知见，都在用这个知见，可是每个人随业感不同故，它有种种不同的知见。所以知见体上
它也是没有体上可立，没有什么相状可立的。所以你要知道，连知见都是这么样的虚妄抽象，都是躲在业感之中去唤起种种的感觉。我们但是我们都是追逐这种业感的这种业相，所以叫做流浪。那个业感的业相，那真正就是什么？那真正是缘来则来，缘去则去。但是虽然是缘生缘灭的东西，但是你在内心里面所积聚那种气氛，它却会变成下一个因缘所起时那个因缘所投的环节，或者是你这个气氛就是根本就是你投在每一个因缘当下处，就是你能够解读这个因缘起当下的时候，你的根本内心中的种子。所以任何因缘，因为你心境不同故，你解读都是它；你心中烦恼故，你怎么解读都是烦恼。知见二字，所以能够懂得在知见上回光的，就叫贯穿，这才叫做听经，才叫闻法。所以你不要到礼拜六来听听经就算了，你回去不用，你知见还是不会变的。你回去不肯行，你永远都还是烦起了。你不要老是觉得说我就是这个家庭的家庭主妇了，或者这个家庭的家主了，我好像就是这个家庭。所以有很多家庭中的行为，你觉得好像是必然的。听听经闻闻法，不过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心里面上的另外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导引，跟一种心中的一种不能讲做修行，就是根本就是你想要借此来陶冶心性而已。你要是这样子的话，那不过就是把什么，把一个真正修行的根本的目的变成了什么，变成你现在一些生活上的点缀。这些点缀绝对抵不过你将来浩瀚的业力，因为既然最初修行时面对自心时你是用点缀的心态，那将来受到大苦时，你心中一念之中想到说有些什么圣中的这个圣人的境界想要能够拔济你，那圣人也就是在你眼前就是点缀一下，他不能够成就任何拔济，感受也就是点缀一下。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受到大苦时，一念到地藏菩萨名，一念到观世音菩萨名，马上痛哭流涕，眼泪如注。但眼泪完了以后呢，你还是凡夫，点缀你一下。你为什么他点缀你一下？你过去就是这样点缀一切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不是要你点缀的，诸佛菩萨是你心中根本向圣的这种觉照。你自己在过去向圣面对圣贤时，你是用这种心，所以将来任何圣中的气氛到你眼前时，你还是用这种心态去感受它。所以没有一个圣神的气氛，它只是点缀众生，因为它都是用平常心、平等心在世间拔济。但是因为众生过去用心啊，用心的种种心中的种种啊，都在用心上面不肯啊，这个面对的关系。所以将来你真的是碰到这种圣境界现前时，你会发现它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啊，因为真正能够启发作用的是你那一念心，你过去是怎么样成就的，就是那一念心，将来就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上流转的。刚刚讲到知见其实你会发现它体中它就是根本的大觉的光明的片照之体。真的讲知见来讲，就是大觉的根本光明，它是能够随缘起成种种片照，它不是种种相，也不是种种知，因为他毕竟能知故，在体上毕竟能知故，所以随缘他能够起成种种知。所以在随缘起成的种种知上，你都要知道什么，他其实在知见体上他根本就是一。就好像镜子随缘现色之时，在色是随缘所现，正在镜色现前时，你要真正就要体会到每一个镜色当下它根本就是什么，就是同一镜体，它就是同一镜体。只要你能够真正能够掌握如是智慧的人，他可以心中同时具足担当一切千变万化种种色中的境界，也就在千变万化当下，他就能够什么，守住那个从来不变的清明的净体的光明，这是同时具足的。这就是在这前两堂课一直跟大家在讲的，就是明明知了了见，这种明知而相，这种心中的明白，它不是思量，它也不是心中的这种愁惰，它也根本不是什么你心里是有什么念虑啦什么样的一些思维所起的，它不经念虑，不经你拣择，当下看到净色当下其实就是净体，这里面没有念虑，没有拣择，不必你拣择说净色之中有一个净体，净色之后有个净体，不必拣择，因为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心中的担当。但是毕竟在大觉性体之中，他就能够必定能够随缘故，他
一定能随缘，所以他能够起成种种之见，他能够随缘故，镜子能随缘故，所以能够起成种种观色。所以于知在知跟在随缘当下，你就会分得清清楚楚。眼前随缘起的任何的一些念头，那起的所起的一切境界，那是缘起之法，那都属于无常，全属无常，那是缘起之法。但是正在缘起当下，其实什么？就在这些无常变异当中，就千变万化都是无常变异当中，其实是你的什么？是你的根本真常的妙体。就好像在净色之前的千变万化，这些无常的变化当中，其实都是什么？你根本真常的净体，真常的净心。这叫做明智，这叫做了解。所以有人问，有菩萨问，有一句话叫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即灭为乐。大觉心性随缘呢，能够成随缘，能够成起种种的，起成种种的境界，起成种种的作用，那个叫做行，那个叫流出就叫做行。可是正流出时，它是随缘，正在这个感到说缘相起处，它是生灭法。缘起则缘来则来，缘去则去，它是生灭法。但整个生灭法中，其实当下都是什么？都是你的大觉性的真常体，那个是常。所以大觉性体它必定能够常照，常照故所以就能够随照。假如常照的不能够起随照，那常照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随照的若是它永远不生灭，那你就定在那里，那就像常照一样断灭的意思是一样。因为你一直定在那里，你也感觉不到什么叫常照。什么叫常照？它随缘能够遍照。这个随缘之中，既然叫做缘起之相，它一定有生灭相。因为有生灭相，你才能感觉到什么？感觉到这个性照，能照的这个性才能够叫做常。你常常能照。假如你所照的就是永远在那个地方，你看到一个木头或看到一个树，它永远停在那里，它再也没有变化，那你还觉得照吗？没有变化就不会觉得照了，就好像东西死寂在那里就不会有照了。不但是万物死寂，你的觉心也死寂，那叫做死寂。所以正在大觉心体上，尤其是为归家的人讲大觉心体时，在体在用，他要讲得非常清楚。根本全体的之用，用在现前时，它是属于什么？属于随缘所现的行，是诸行无常，它是属于生灭法。缘来则来，缘去则去，生灭法，全然是生灭。但是就在这个生灭现象的当下了，就叫生灭灭矣。你看到这些生灭，灭是什么？灭是无生矣。后面那个灭跟前面的生灭不一样，前面的生灭是什么？是有生有灭，是造作相。缘起它就有造作相，因为起行之上就有什么？就有从事的事。事情的事的坐相，镜子随缘现色时，在色上就有坐相，这个坐相都是随缘的。可是正在这个坐相当下，其实是有什么？就是你根本觉净体之中根本不生的本来面目。那个什么叫不生？它能照的性从来不生。什么能照的性为什么从来不生？照性起处，就像镜子起照现黑之时，镜不生黑；镜子现白之时，镜不生白。它中间无声，随缘能够现出种种相，但事实上你会发现，随缘现象当下也是什么？也是净体现象现前之处啊。净体在现，净体哪有声？更何况净体正在随缘时，事实上你觉得它有缘起之相，假似仿佛似有，其实根本无声。净体要是见照出黑来时，就是真的有声，那声个黑了，变成一个黑了，你发现它事实上全然无声。世间法中，事实上都是如此。你不要看眼前的这些幻境，你都认为有声，仔细想想看，它缘起之中哪有声？名字啊，不过都是什么因缘和合聚合之相，名字尚且都不可得，都是众缘和合而起，何况还有实质可生？绝无实质可生。所以能够真正能够懂到如是道理，叫做什么？叫做灭。这个中得到不生，叫做灭。所以生灭，前面的生灭是在坐相上，随缘上面会有这些坐相造作的生灭，但是坐相的造作生灭灭以什么叫你能够真知其不生时，
根本能证得不生死。就好像在镜子前面的千变万化，你知道根本都是什么？都是镜体的大明处，镜体大明之中哪里会有所谓的有生？但是师父刚刚已经讲了，你千万不能再拿过去的凡夫之见听我讲这些话。凡夫之见讲的无生，那就没有净色出来了。就是因为它能随缘变化，所以它才叫无生。那真有生，它还能再生吗？真的有生就不能再生，就是一切无生，所以它才能够什么处处现身。这是行者之见。你为什么能够体会到行者之见？你就必须要在平常的时候，你就要打破那些凡行的所有的一切凡夫之见的，它都是什么？它都是极短见的，它都是在现前的感受上说。你要用有实质的感受，我才能够去体会一点的。你能够超越一点自己现前的这些感受，它都心中就没有办法克服，没有办法深入。事实上，无生才能现身的，要是真的有生，就不能现身了。就好像我上次讲的，像无相才能现相是一样，真正有相就不能现相。镜子现黑，它已经是黑了，那黑就不知道白了，它能知道什么相吗？镜子现一切相，它都有生，它没有现，没有生。世间你说那师父你觉得是镜的，镜色当然知道无生，那世间的一切觉性之中，那都是无生吗？它本来无生。大觉心性，你会看到现在所有的一切气用当下，讲到最实质的感觉，你能够摸得到的这些气用当下，气用在气用体上都无生。刚刚跟你讲，它能够名字都是众缘和合，何况有生。再一个，你能够感觉到气用还是觉心啊？你说这个桌子我是用触，眼睛可以见到这个形象，用触可以碰得到，再眼再触都是觉。如果是没有觉心，还有这些触吗？还有这些见吗？还有这些色存在吗？所以你认为感觉到触这个桌子的时候有这个实质感，再不知道这个实质感也是觉起的实质感，都是大觉所现的，都是觉心所现的。所以觉心能够骗现，所以一切世间所有一切的气用都能够成就。所以正气用成就时，这个大觉心性正在勤用成就时，你这个觉性之中真的有所谓的堕在哪个地方，或者是生成哪个地方吗？你会发现不是，不过它就是随缘能够成就种种气用，成就种种觉用而已，它也都不是。所以这里面叫做了，这个了然知道这个灭字，全然知道灭字，这叫做灭矣。所以这个矣字啊，叫做毕竟的毕，毕也。也叫做气，一个言，一个气，气也。生灭灭矣，就是你真正能够在无生之中能够照见其毕竟，灭矣，叫做生灭灭矣，叫做气，叫做照见其毕竟，即灭为乐。什么叫即灭？要是你真正知道这个生灭，生灭灭矣，不是说从来以后再也不生灭了，再也没有这个作相了。而是就是这几堂课师父一直讲的那种明知，明明知，了了解。你要是真正知道净体的时候，净体现色，你还会是随逐生灭吗？你会随逐那个缘起的生灭吗？你当然不随逐。你看到镜子千变万化时，其实都是什么？这个人他是早就体会到净体的极尽处嘛，根本就是净体的光明现嘛。净体就是净体，所以随缘现的就是千变万化，千变万化正在现实界，就是什么，也就是净体嘛。这个叫极灭现前。极灭不是众生的所有之间，就是极灭变成断灭界。极灭是他在照见一切在世间所有一切变化当下，他能够体会到根本什么，根本真常之中，真如之中的根本的清明，根本的真净，就有点类似像六祖讲的风动幡动是一样的。你看到镜子在变化时，你以为是动吗？其实全动都是什么，全部的静动都是根本全部的镜子中的本来的清净跟寂静。因为它在现的时候，它根本就是镜子的寂静，哪有动啊？镜子现镜，哪有动啊？但是根本不动的本来的清净，它会随缘故，所以世间才会什么？才会有这么蓬勃的生态，
种感觉是动。所以动之一字啊，中国人写的多好，重这个力而已。再一个重，再一个力，你觉得是动，它不过是什么？它不过是彰显为重。力就是什么？它能够随缘起承种种作为，彰显它的起承呢、啊？起就是起来的起，起来的起，成就的成。起承所为，所以你觉得动其实都还是什么？是本体的根本的，本体的根本的这种力，这种重，只是它现在正在彰显时，静体正在彰显它的静色变化时，所以你就感觉到好像静体的所有的一切的作用有所偏移，有所随缘，有所行动。所以他因为要彰显，所以他能够成就所做的时候，你在坐向现前时，你就感觉到好像心境就随他往前一步迈进。但是事实上，这中间根本无动，中间根本无动，它是大寂静。所以动中有不动，不动中有动，这是你根本的大觉心体，这叫寂灭。为什么叫做乐呢？叫做寂灭为乐，乐者畅也，欢畅的畅。无阻就是唱大觉心性根本无阻，乐者无忧，忧者就是什么？愁跟思，愁忧愁，或者有所思维，就是在上面不断的在搅绕，在里面不断的纠缠，不断在上面还起种种的心中的这种罗织啊，这么的罗织就叫做思，那就叫做忧。大觉心体它能够随缘现色，但是都是什么？都是无忧的清净，都是无忧的清净。所以大觉下生之时，下世之时啊，出生处在哪里？蓝毗尼，蓝毗尼的什么地方？无忧树下，对吧？摩耶夫人手攀无忧树，右胁而生悉达太子，无忧，这都有表法的。觉心正在流露之时，就是他能够入进尘世间时，尘世间的所有的一切觉照，就像树往这个树状一样，树裂一样开始布裂现前。树裂，树裂你都用过吧？网络上叫那个树裂出来，就是把它裂叫纷纷清净。树裂现前就觉心入尘，这种树裂现前。但是这个树裂现前时是根本什么？不假造作，根本不假思维，叫无忧树。就看到这个无忧树，就是《华严经》中所讲的如天地似的宝死王，重重重重，无尽无尽，开始布裂现前，开始布裂，那叫做无忧树。所以这个叫做生灭灭矣，寂灭为乐。所以你看到的生灭灭矣，不是过去你认为说把这个生灭的这些幻化从此摒弃不要叫做生灭灭矣，而是真正在如是生灭体上，你能够什么？能够照破其他的根本面目，照见其大明，叫生灭灭矣，照的是他本来的面目，叫生灭灭矣。所以你就算能担当镜子千变万化，在这种坐相之中的生灭，因为他毕竟有坐生灭二字，你还不能够混乱，你要知道它就是有生灭，缘起之相就是生灭。但是你正在说缘起之相就是生灭当下，你也知道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知道静体随缘处，随缘当体叫做生灭。为什么它能够知道生灭呢？因为它已经懂得根本不生灭的清明，因为不生灭的清明之中才能担当一切生灭的变化，要是真是生灭的变化，就不能够通达一切生灭。所以同样的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是你通达一切生灭的变化时，也是证得什么？证得你根本不生灭的清明。这个能体会吗？这个讲经讲了那么久了，应该能够体会，而且你们都是读华严经的人啊，那这句话都还不能体会的话，那华严从来从头再读一遍啊，这叫寂灭为乐。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法。所以有时候刚开始讲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有的时候因为佛法之中它是接引三根普被的，小个人他会在现前的妄作之中懂得心中惭愧忏悔，不在上面再做种种造作，
这个凡夫相境最初的小圣根基，凡夫开始发心。中国人发现就是什么？其实所有诸行无常是什么？他的无常起处其实就是他的根本性德，所以他在一切无常之中已然能够担当，但是担当之中啊，在无常的担当上面的所有一切智慧少，而是在任何担当下面他已经回光的种种的作用多。就像你看到净色，已然知道是净体，在净色的担当上面，这个虽然有这个担当，但是在净色的智慧少。回头看，感觉住在净体的清明的这种作用多，中根人、上上根人，这根本没有回头不回头。当下即是净色，当下就是净体的清明，在净体的清明当下，就是净色的种种的生动。大圣根人，对吧？大圣根人，那你想到师父，那大圣根人的境界太遥。没有所谓遥远不也有遥远，这所谓大中小三种根基啊，也不过就是评断你发不发心而已，因为你都具足嘛。你就算不发心，当下那个理上跟事上也是这样，这你不肯回头而已。你不是说你回头才会有，你不回头的话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不是。你不回头只是说他原本你都具足，但你不肯见，所以叫做愚痴。明明就有这种仪里面早具如是明珠，但你却不可能拿出来用，所以叫你叫小根。事实上他永远都是这样做的，你每个念头正在起处，念头起处当下就是所有什么，就是觉体，觉体现前处就是念头。你还要离开念头找觉体吗？那凡夫是在觉体忘了觉，就追逐在念头上。那你说，那师父，那我叫不要离开念头找觉体，我就开始放荡放逸于念头吗？这还是没有听懂佛法。你真知道是觉体，你怎么还会在念头上面去不断的放逸呢？就好像净色，你知道都是净体了，你还会被净色的所有境界所束缚吗？不要说知道是净体了，你知道是净色，你都不会被这个色所束缚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心中是大明相的，即色即净，即净即色，即觉即念，即念即觉，即念即觉故，所以他不失现前的种种，入一切种种众生心中的众生境界的种种方便。因为在念头之中啊，不是即觉即念故，它不是种种入众的方便。即念即觉故，正如是正显如是智慧时，它也是什么常住根本的心中的清明。这样体用不实，这个只是在我们还未参透之时，只是要这样不断的反复这样的跟大家不断的这样子提醒，不断的提醒，就是要成就你的知见，将来的知见你要用得上。用得上，将来你不要在烦恼上断烦恼；用得上，当下烦恼起处，你要只要知道它是觉体就行了，一切幻象自消。就好像在镜子前面啊，那个幻境现前的时候，就是魔王现前、魔镜现前，就告诉他你是镜子，魔相就消。以前有个电影叫什么《十三号星期五》的。是电视影集，每一次都碰到那些什么恐怖啦、惊恐的那个境界，那只要知道那是梦就没了，最后都是梦，幻象自消。就告诉你，我告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做梦，你的名字叫做幻，你的名字叫做觉，自然烦恼的势力就全消，你根本不必在上面去随他搅扰。所以这个当下都有什么都还能够启发你，哪是下下个人都还有启发你旧路还家的种种启发你的智慧。要不是这样子讲的话，那当然就是让你走到处走远路。所以我才能告诉你们，在佛前拜忏的忏对，过去不懂时候忏是说弟子真正什么弟子什么心朦胧啊一天到晚做错事情，所以弟子在佛前忏的，我怎么老是又做错事了？我忏这个罪业，这个忏是有没有功德？有功德，
但是呢，在心中长养的智慧呢，就其现在来说还是少，因为它还是什么？还是着重于现在所有一切梦中的所有一切妄，像如梦般的这些妄想上的业力业感。真正做错了，要在佛前忏。弟子为什么会做错？因为在每一个念头起处，不认它是觉体故，永远在被种种感受所流转，不敢在任何感受下面担当是觉体物，所以才会被感受所征服，所以才会流转在种种造作上。今天弟子在佛前忏，念念就要忏什么？将来一定要担当一切念头极处，我要知道就是觉体，我要在一切众生的名字上面给他立一个诸佛名，一切众生就是你现在所有的念头感受。什么叫立诸佛名？就是你要知道他就是觉嘛，他就是大觉。你现在修行回家忏悔，叫做回家；将来到西方，也叫做就是上次讲的，对吧？各以衣格沉重鲜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任何念头起处，你都是什么？过去不知道念头是众生是烦恼，现在每个念头起处，你都知道它是决心，那就叫做供养他方十万亿佛，那就叫做无量光无量寿啊！谁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无量光无量寿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说师父，你讲无量光无量寿供养，那是阿弥陀佛供养。我是说你站在阿弥陀的佛国净土，表示行者也有这种无量光无量寿的这种认知智慧以后，你才能够随缘供养一切。供养一切是什么？所有的念头起处你都知道都是觉明，那叫为一切众生安立佛名，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度尽一切众生都成佛道，那是地藏大愿，那是观音大悲啊！那现前就叫做文殊大智啊！懂得这样的思维叫做普贤大恨。这还是中根人忏，中根人忏都已经忏了，所以我根本不在过去的所有造作的后面的所有的心中的痛苦上忏，我是在当初造作之时，我怎么不知道它是觉上忏？要念念回眸，那就完全不同啊，那就完全不同。所以，你真的能够懂得，你久而久之，你就会要是真正要是业感忏尽，才知道，其实当下起处任何起处就是什么，任何生灭起处，其实都是你的什么寂灭之体，那叫生灭灭矣。因为已然照得一切生灭的本来面目，生灭灭矣。你看到它还是生命啊？不是了，就是你根本清明的大觉性体啊。那为什么叫极灭为乐？极灭二字就不必再说什么生生灭灭，但是为什么后面要加个为乐呢？所以众现生灭也什么怅然无阻啊，众现生灭也是什么，也不在上面起任何的思维，也不在上面起任何的逗留啊，叫无忧啊。叫做极灭为乐。所以这个生灭灭已啊，是已，毕竟不是灭己啊，不是灭己身啊。法身灭不灭？这就是法身，法身无身，但方便跟你讲说，它有如是体性功德，有如是种种庄严故。不要讲体性了，就是庄严跟功德，有是庄严故，所以似乎有体有身，有这个身相。事实上，法身无身。因为法身无身，你会发现觉体中它就是能够现一切，它就是叫做法身。所以中国字啊，过去的古字我们就不讲这个法了，就用现在这个现在的字，就讲水去。水是法身之中大觉性体的什么？能够润下之德，滋润的润，润下。所以你只要看到水啊，不但是佛门如是说，连老庄中国人的古人的这种解释都是水有润下意。所以常常讲到大觉心体，它能够什么含润众生时，都是如水。所以连大悲观世音菩萨都是什么现普陀，就是在水中现悲心啊，要如水，它成含润故，它含润一切。所以，而且上次也讲，这个水叫做水也属阴相，所以专当水讲到水时，你会发现它就是讲什么。不是讲女相，就是讲阴相，不然就讲水相，能够润相是润下时，
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四大菩萨里面只有观世音菩萨常化成女身女人相，因为他有润下，觉体之中润下都属于什么？都属于阴。阴是什么？滋养阴。这个阴不是不好，它能够滋养，它能够滋养。所以只有在现代人才会把这个阴阳讲的好像阴中好像都不是好的，讲阴阳你都是纯阳体，你还能活吗？对吧？还没有见到一个纯阳体呢。纯阳极阳就是阴，极阴就是阳。你说你纯阳是全部没有阴，那我看你就快能干尸了，我看，干尸那最后又写成一个阴尸，那还是阴，还是阴的干都干尸，没有，不可能无阴啊，这是开玩笑。所以法身无身，它无所谓灭不灭。现前的时候刚刚讲的，现前的时候随缘似有生灭，所以它能够现前种种生灭，其实法身无所谓灭不灭。可是众生却在这个生灭之中，而且背离了法身了。法身能够随缘现出种生灭，所以正在现出种种生灭时，也是什么？也是法身正在作用时。可是正在作用时，就好像我常常讲那个印量器，明明在作用，在正在作用时，你只要比量不对，你就堕在什么？你就堕在作用的缘起的这种生灭上了。印量器就像个波一样。你只要比量不对，本来的法身是什么？在一切生灭时就是它不生灭的体，在不生灭的体下，它当下就能够随缘现一切生灭。但是这个智慧就是在一定的比量上，就像它动一样，那个重力它偏一点就动了，比量不对就偏了，比量不对就一直跑得很远了，远就叫什么，你知道吧？远就叫做末，末法，末法就远离法身。末法当然佛法就灭了，为什么末法佛法就灭？就看不到觉了。你跑到就好像镜子跟镜体的镜色跟镜体的比量之中，要是要差一点，你就堕在镜色里面；肚子要堕在镜色中，你就远离了镜体，你就根本不知道镜体的作用，叫佛法灭。那这个灭呢，就不是断灭的灭，是不见为灭，这是叫不见。前面的生灭是以造作为灭，后面讲的灭以那个灭是什么？是毕竟能够知其无身为灭，毕竟为灭。在极灭是什么？是根本为灭，因为根本既然是根本，不必再说生不生，根本为灭。后面再讲说末法时佛法就灭，那个是什么？不见为灭。所以为什么？所以他讲问为什么佛法会在末法后灭绝？只要是背离觉体的，他永远看不到觉体的作用，就是佛法就在这个人灭了啊。只是众生有的时候有共业相，有一群末法的人会同时生在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你感觉到佛法灭，其实不是，就是他们的业力看不到佛法，他们的业力看不到佛法。就算纵然他看不到，就好像你在净色之前永远追逐净色的变化而不知道净体了，纵然你看不到净体，但是净体何曾离你而去，何曾离净色远去过？没有净体那就叫净色吗？没有觉体能叫觉吗？人叫做种种念吗？没有法身能够现前种种所有一切称量的所有一些万法吗？对，法身不灭啊，所以你要真正知道这法身是，你就知道法身常在。所以到了《圆觉经》中，金刚藏菩萨问释迦牟尼佛，对吧？就是众生什么时候失去本佛性的？那佛性又什么时候流浪在众生？所以佛才会跟他讲，如同什么？如舟行暗影，云使月晕。你当下这一念还是堕在什么？还是堕在净体跟净色的关系都还离不清楚。你在问净体什么时候流浪在净色了，什么时候净色失去了净体了？净色永远不是净体，净体永远不流浪净色。但是你根本不知道关系时，你站在净色上面问时，永远就是什么？舟行暗影，
允许愿欲了，你永远搞不清楚。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一篇中讲的说，如是问法非是正问，他是告诉你根本就是什么，你最初问时你这个心中没有摆正，你怎么我现在你用什么样的心思去体会，体会不到，你体会不出来，你还在问净色什么时候失去净体了，就好像为什么众生离开佛性。假如你真正知道净体就是净色就是净体，你还会这样问吗？你已经不知道了，你在问净色什么时候离开净体了，那我再跟你讲你还能够听得清楚吗？你已经站错步伐了，你是站在船上看岸的，那当然岸在走了，岸是不动的，你是站在洞上面看不动的，那洞不动都被你带着动了，感觉是动了，舟啊舟行，就是船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到岸在动，云在飘的时候你感觉到月亮在移在移。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如是所问非是正问，不是诸佛没答呀，我也听过别人讲说那诸佛没答，谁想没答，答得清清楚楚，因为清清楚楚才叫金刚藏菩萨问，这叫做什么正得即灭啊！所以佛法根本不灭，从来不灭，哪有灭过，但是就在佛法不灭，就好像净体从来不灭，就在净色跟的关系上面，净体从来不灭。但是什么人叫做灭了佛法呢？从此在法身现前种种作用时，你追逐法末就是末法，所以堕在种种缘起之上，从此以后你就背离了体中的清净，那你永远不见体中的清净，当然方便就说什么，就是佛法灭，佛法灭，这样懂吗？这根本叫诸行，所以这一句话你要是懂的话，你会知道这里面有讲到很多的毕竟义啊，讲到毕竟义，所以讲到诸恶莫作，众善复行，听得懂吗？这也上中下跟人听啊，诸恶莫作，众善复行，下个人听了从此以后不做坏事了，不干坏事了，世间上的好事啊多做一些，于是做完了以后就会讲说，这做好事呢就是修行啊，做善行呢惊喜用行的了做好事呢就是修行啊，经是用走的啊，这都是什么体会太差，老是在这个上面不断的搅绕，这是佛门之中啊有很多人的这种盲点。诸恶莫作，当然有你刚刚讲的所有一切世间的恶法跟善法的相，但是这个都叫做末梢了，这叫做最末端了，这叫相末。刚刚讲忏悔还要在什么？忏悔中个人还要在什么？在根本上忏。上个人那当然是就不必讲了，讲了你们也听不懂怎么忏的。那何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是要你们这样体会的嘛。所以我常讲，什么叫诸恶莫作？中国人写那个恶字写的多好，雅心。雅心，雅这叫做刺也。凡有刺心的都是恶，刺就是什么？有对待就是见到二的都是恶，根本不知道根本一心的。什么叫做对待？叫做二？难道说我现在放眼望去都不知道是二吗？当然世间法中你知道，但是这里面要讲到一个叫做法身相。刚不讲一直讲法身吗？懂得法身的人，就好像一个人有善心的人，一个人心中有廉耻的人，他不会到任何的世间的所有一切境界现前，那叫做二，他同样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善心一个廉耻心中并对的，他永远是一。一个画家面对他这一生的所有一些行为，都是用画家的气质在面对的，一个音乐家看尽一切的世间的种种境界，他感受就是什么？就是一幅美妙的乐章，他就是用这一念心在面对的，他能够看到一切的美妙乐章，那是二。可是他根本就是什么？等心面对一切二，就不是次了。你叫做次就是什么？就堕在种种二相上了，你就根本失去你心中的方向，根本失去你心中的本质，根本你打散在世间种种的幻象上，你在这个幻象上面再说善再说恶都已经什么？你根本已经离于本心了。这个人说善说恶，事实上是看到世间的善恶二相而已，但对他内心中是极度空虚的，不像师父刚刚讲的像音乐家画家这个样子，
那是世间相嘛，他在处世之上，他处处都会觉得什么，他都不会觉得是空虚，他处处都会觉得什么都是光鲜，处处都会觉得他会走到不同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什么，都是他的创作的最新创作的启发，他处处都是灵感。既然叫灵感，就是他处处都显出觉心中的灵敏。这还是世间的所做的技艺，叫画家跟音乐家尚且如是作用。所以叫诸恶莫作，说凡有次心的不能做。你还有在任何的所有念头上有这种不知道是大觉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刚刚就怕别人讲到这个恶中次心不做，所以就怕他起断灭。根本大觉其中，他能够入一切善，就好像音乐家可以入一切种种不同的环境里面。但是这种能够为什么能够入一切不同的环境？因为他心中的那个能善之体，就是心中一心之中的那种毕竟能够成就的那个心体，他永远存在，所以他敢担当一切，叫众善奉行。这两句话就是有点像我平常讲的大觉心性本来非一切法，你怎么还在堕在种种妄想之上去暧昧此心？大觉心性本来它能骗一切法，骗一切法，你如何还要在眼前的种种境界之前，你却什么使自己裹步不前，不敢坦荡自心？前面叫诸恶莫作，后面叫众善奉行，那都是在这一念心中做的。所以这个下面才有叫什么自尽其意。为什么叫自尽其意？这里面才能清清楚楚什么是恶，什么是次，什么是明明你应该面对的，就是那个善叫的能也，明明你应该彰显性能的，你却不愿意做。这个在行者心上叫自尽其意。而且这个自尽其意还有更深的解释，就是什么？因为你在这个诸恶莫作跟众善奉行上念念看到是大觉心体，念念看到是行者，看到是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菩提这个根本的本来面目。所以讲到大圣佛法之中，你直接照到这个本来面目时，你想要说念念在这些次心跟善中的那种思量都不必，直接担当大觉心体，自尽其意。你不必刻意再告诉自己什么样的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善，你直接担当大觉心体，直接担当这一念菩提心。就好像你在任何烦恼现前处，你要是真正只能够担当一点大觉心体的感觉，你知道那是觉，你当下就会有两种功德，两种殊胜功德。什么两种殊胜功德？第一个，现前的烦恼已然好似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你能够面对它，一样你不必理，你不必背离它，你不必撇开它，你感觉到你就能担当它。第二种殊胜功德，就是你正在担当它时，你会发现你是念念之间在成就你心中什么，心中那种超越的智慧。行者只要在任何烦恼上面起现前时，只有一念之心中这样不断呼唤自己，要对自己的觉体回光，当下就还有能够得此两种殊胜功德。这何况没有自尽其意的相，这才叫做是诸佛教，是一切什么，一切世间一切世尊呐、啊，一切诸佛所说，也是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的根本心中的本来的面目中所说，是诸佛教。这是你该做的地方。对，法身不会灭，法身永远不会灭，所以能够这样子做，你念担当，久而久之，刚开始的那个现象就是什么？该是现象刚开始的时候，行者的心思因为过去堕在尘世间的妄想，就好像镜子堕在镜色的那种流转的那种势力比较多，因为他现在开始已经在觉心上参了，久而久之镜色的势力就开始消减，镜体的种种光明会现前了，觉念上的种种烦恼的一些气氛开始慢慢慢慢他能担当了，觉慧觉照上面的所有一些智慧慢慢慢慢他在心中能够体会了，深刻的，他就有超越相。这个时候就有点类似像古德讲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啊，决心现前了。再过一下呢，再过久而久之，慢慢他就修，不断的熏习，不是再过一下，这是语病啊。
这样不断的熏习以后，渐渐心性大明，心智大明。从此以后，净体现前就是净色，净色现前就是净体，根本不必在这上面再跟你说色说体了。那叫圆照，所以那就有点像祖师讲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了。你为什么不敢说山，不敢说水？见色说就是说它是色。为什么说它是色？我知道是净体嘛，说色何妨？就是色，净在色都是净体了。大明了，心性大明，所以在那边就是什么，就清清楚楚圆照。但是到这个时候还是什么？这个时候叫等觉，等一切觉。在色知道是觉，在觉知道是色，等觉，等一切觉。然后行者再不断再入金刚心性之中啊，再造法，这个能够成就种种修行。结果将来会发现大觉心性就是什么，从此以后他能够利及万物，他能够回入娑婆了。你刚刚还说等觉而已啊，现在后来连等觉都不必了，不必再说净色就是净体了，现前就是担当。所以这有点像禅门里面讲的石牛里面叫做入禅垂首，禅叫做市集，禅呢、啊是市集，就菜市场的市，市集，赶集的集，市集。入禅随垂手，随时呢，你这垂手便得。禅字啊，禅字好像是一个厂的那个头，里面一个里是吧？再一个土是吧？啊，入禅随手，嗯，反正我知道我怎么写，它也不会出来，就不写了。因为回去查禅垂手啊，这个有一个看一下就好了啊，大概它出不来，叫宝盖头，好像是一个里，是不是？还旁边再一个耳朵是不是？忘记了，反正回去查。这就是市集相，入禅垂手，这个时候就叫利益众生相啊。这个时候大觉应试了，处处念念之间就到应试了。刚好讲到这里，就刚好有人问悉达多太子，为什么悉达多太子、啊、生下来的时候他能够走七步，行走七步，然后每一步中都有莲花托足，都有莲花托足，然后九龙灌水啊，九龙灌水沐浴太子身。这个就要先从哪里讲？先从太子从兜率宫开始讲。兜率宫叫资主，资主也就是什么，就是补处菩萨住的，叫内院。资主在天地大觉心性呢现出种种作用时，那就是什么？那就叫做一大，那就叫做天，现出一大，现出种种作用，一大为天。但是这个天呢，过去你蒙蔽了觉性时，那也叫做天，那是堕在尘相中的天。事实上哪有什么叫做堕在尘相不堕在尘相，那都是觉性现出来说的一切的境界。就好像镜子现镜色，哪有什么堕在镜色不堕在镜色，那镜色就是觉性所镜体所现嘛。过去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是镜体的时候，那刚开始现出镜色的时候，你感觉到它就有什么，它就有什么清净啊跟水染的差别。讲到清净水染都是在哪里说的，就是随尘现见的时候说的清净水染。刚刚讲到那个知心已经是什么那么圆明了，那个大觉心性刚刚讲说还等觉都已经超越了，大觉心性随时就入世入禅垂首了。这里面还要再讲到什么一大不一大，什么天界不天界嘛。所以在这个上面最知足的时候，在兜率天到知足天，就大觉心性入一切之中最知足的时候，那个有两个相，一个是过去心中暧昧时所现的这中间快乐相，那是什么？那是兜率，那叫外缘。一个是你根本自心心中所一定能够入尘的最初的那个现象，那个叫什么？那叫内缘。所以一切补处都在这里，大觉心性能现镜子随时现镜色时，你就感觉到镜子中间就有一种光明不断的现前，就是镜色。但是补处现前啊，过去你叫做镜色，现在补处现前都叫什么？都叫做觉，都叫做镜，那就不能叫做色了。现在看到色，你都要知道是觉，都知道是镜体，那才叫补处。
所以叫做当来下生，现前都叫做佛。就好像刚刚讲的各以一格沉重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过去看到是念，现在在念中你都要知道是觉嘛，我不叫你离开这个念，但是你要就如是念当下，你都要知道它是觉体，那叫供养十方诸佛，那何况是什么大觉应世之时。所以他多一定说都率天宫降，从内院中降，化为白象，然后入到母口。白象，这个就是大觉心性入世之时。白者叫做清明处，白者也叫做水之色，白也是什么，也是一切色的最初色，最初的时候，初大年初一的那个初，最初最初的些色，也是像水一般的色，初大年初一的初，五色里面的最初就是白。这个白里面还有叫水之色，它是流眼。白还有什么叫光明相？相呢？大象的象呢？象在世间叫做庞然大物，这个大大者无形，但是呢，讲到形来讲说，似乎有体，就是以这个象。但这个象唯有中国，它在这个上面利益是最深的，所以它是清清楚楚像水一般的开始流眼之中的光明，现出什么相教之始，相教为一切法中立种种相，就是这个相教，叫做化成白相，相教之始。那你说呢？它就是这样子表法，错了。既然是在世间，世间中和一切的物象都有它的表象，在人是人象，在动物之中那个象就表示什么？表示入一切万物之中的那种大心。刚刚讲的知心，若是不知道时，它是外院，也在兜率；知心若是都知道是觉，它是内院。你说它是兜率吗？它是大觉心中看入世的种种智慧。他不是因现凡夫讲的兜率，以天界的有天界的性质来量兜率中的内院，你不能拿天界的福德来量兜率内院，但是兜率内院他现前的时候，他一定什么？他一定能够现出兜率的福德。这句话你可能听不懂了吧？听不懂就好像《金刚经》讲，你不能拿三十二相量如来，你不能说三十二相是如来。但是如来现象时，一定是世间最极庄严三十二相。但是你拿相来量如来的话，转轮圣王都是如来。所以你不能拿天界的福德来量内院，那内院现前比天界还天界，比兜率还兜率，那叫知足，那就是知足天。所以他化成白相，入母口，入到母口，然后从右胁而生。刚好母亲要攀无忧树，摩耶夫人叫大幻化，攀无忧树，大幻化决心啊。为什么会你说这佛体大决心心怎么还会入母胎？怎么有母胎之相？在法报二生之中啊，不讲什么母胎不母胎，可是在化身的功德上面呢，因为是化故，所以他能够就喊就叫什么，他就能够入到一切缘起的气氛。本来觉心它为什么能随缘能够现出种种缘的境界呢？就是觉心之中在法报二身上面它没有什么入胎不入胎，可是正在法报能够随缘现实，就感觉到整个觉它要入到缘起的气氛里面。最初那个缘起的气氛就是它能够现一切缘的缘起气氛，那个就入胎相。镜子在最初的镜体的光明要随缘，他一定有个智慧是什么？他一定能够随缘照射。他正要随缘照射时，你会发现镜里的光明，他要先入到缘起的气氛里。但是这个缘起气氛还不是我们讲的后幕后那个缘，这个缘起的气氛，然后再从这个缘起气氛再出的觉呢，都是什么？都是从缘所起的种种光明，就叫出胎入胎。决心啊，就好像我讲这个你们听不懂吧，就像太舞台的灯光好了，最后那个灯光要打出那个颜色来时，它一定要前面有个色盘，那个灯光要先入到那个色盘上，打在色盘上叫入胎，那叫做随化随的变化随缘起了，再从色盘射出去以后就变成红色白色，
那叫做化身现前，化佛，那就出胎，听懂了吗？就你都一定有这个入胎，但是正在打的这个色盘上，这个为什么色盘，色盘待在那里，它就是什么，它就能够带种种因缘，叫做幻化，所以叫做魔也，大幻化，所以入胎相。所以这个胎中它是不在任何的思念上面，这些愁惰上的，它又右邪而生，右表示正，正转为右，邪者是什么，既然是入胎，这样子它就要入什么，入在质量上了，就是大觉心性非本来非种种执，不是执着的执，是品质的执，本来非种种执，但现在因为随缘现实，它就能够现出种种行根执来，所以它这里面就有什么，就有个肉相，就好像那个光打到色盘，从色盘所现的，从色盘就讲到执了，从色盘就讲到行了，行执二相都有了，然后从它现出来的就是这个肉相，然后呢不失三力，体相用三力，体相用不失三力，所以三力跟肉就是什么，邪，又邪而生，邪字就在做背绑，背绑在整个身体上来讲就是什么，担当处，腋下就叫邪，邪是其实腋下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背绑，背绑的支，这个转折的地方，它也是担当处啊。所以刚刚讲说，既然决心要现在世间，世间所有一切形象、一些万物，它都有表法，只是你不认识，它就变成什么动物啊那些。你认识，你才知道原来它表什么。你看到世间的这些动物像，你都知道它的表什么。这个人活在世间，叫做入法界。法界不在遥远处，法界是在你看到一切物像之时，你都知道它在表达什么样的表法。这个人在世间上都知道入法界。所以连相中都能化现白相入五口，那当然怎么当然右邪，你要知道是什么相。所以有的人现在就在怀疑啊，那电视弘法说右邪都是佛教骗人的，自己师父都爱这样讲，说一定要经过什么正常禅道出身的，他相信释迦牟尼佛就是正常禅道出身的。世间上还有所有这众生业感之中啊，彼此啊，这母亲生子的时候就身体的蜕变而生，他都还不经得经。不见得经过禅道，就从原本的形质之中，它还能够蜕变成化成、幻化成。何况还有执着，一定要说在正常禅道的，所以他就是什么？他刻意要把释迦牟尼佛凡夫化，刻意要把释迦牟尼佛凡夫化，有过失。但有的时候刻意要把释迦牟尼佛离开凡夫呢，那当然也是什么？那也是过失。你不能让释迦牟尼佛太过远于凡夫，那会使人家知道说，啊，那他既然不他是圣人嘛，所以我们凡夫修行也不可能成就，因为我是凡夫，不是圣人。所以有如是什么？如是在接引利益众生这样的过失。但是你就是因为这句话以后，你刻意要把释迦牟尼佛贬为凡夫，那是大过失。他毕竟不同你如是凡夫，凡夫都还就什么？还有种种刚刚讲的众生业障相，那种身呢，都还不见得是禅道中身的，就是有一些。不要讲说世间上我们讲的高级动物你大家看不到，现在低级动物当然有很多是这样现的，现在这个像。那你说，那你师父你讲这个把释迦牟尼佛的当成比喻的低级动物，我说不是这样，我是说现在众生相中，在种种现象之中，你还不能够一定说是已经经过正常禅道，何况大觉心性它本来就能够骗一切法，它又怎么能够随着正常众生的业力是在那些不净之处所现前，所以右邪而化身，右邪出身，这里面还有什么？从变化之中脱体以后，就好像那个舞台的镜子，从那个色盘以后脱体以后，从以后就看到什么？就看到镜舞台前的种种青黄，这个红橙黄绿啊，种种的变化的颜色。你看到这些颜色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不会看到那个色盘了，你就看到前面舞台中的颜色。所以这里面还有个什么？所以一切诸佛常法，母亲生了诸佛以后，七日之后必定什么？必定舍报。母亲不在了。那有人说，那释迦牟尼佛诸佛那一定福报不大吗？为什么他就不能够有父母双全？
幻化现出观王时，什么叫七日？七日就是他所有一切在世间的七世圆满，他的所有一切智慧随着世间种种七照成就时，这个就是什么？最初幻化他的就影，现前的化身就现了。就好像那个色盘，它能够打在舞台上以后，你会发现，你再也看不到那个色盘，你看的就是眼前的色，眼前的颜色。所以，佛母七日涅槃是诸佛常法，一切诸佛出生时，佛母都生了下诸佛以后，七日之后一定舍报。这就表什么？表你决心是什么？表决心刚入缘入胎的那个缘起之胎以后，从缘起之胎之后出种种觉，出着这个觉以后，前面的母胎就舍了。所以在经典上来讲，有种种因缘，当然讲说因为母胎的功德大故，所以必定要生在刀立，受其人天供养。在讲到种种的，在佛经上、阿含经上或者佛经上都有这样讲，但事实上是什么？就是大觉心性，当他化现卷加上幻化大幻化，幻化出种种觉心出来时，他已经叫做悉达多了。母亲幻化就要舍报，就你就看不到。但是他幻化一定是在哪里幻的？一定是在世间的最前端处开始做幻化，所以他一定报在何处？下身是在兜率天来，但是佛母报在刀立天地势天处。地势天为什么叫地势天？地势天就是上接于空居，下接于地际。地势天呢就在须弥顶上，上面是空居天，不舍于空；下面是地际，不舍于种种众相。这才叫幻化，这才叫做功德大，这才是最大的功德。所以母亲舍，在母亲舍报尚且是如是相，何况幼邪你会怀疑他？幼邪而生。所以就幼邪而生，在现前生时就是什么？大觉入世之时叫悉达多，悉达多在名字上就叫一切意成，一切意都清楚。什么时候讲到一切意成？大觉根本不必讲一切意，入世以后方便说一切意成，就好像净体根本不必跟你讲一切意，随缘现出见色的时候才叫做一切意成嘛。悉达多，所以这个多字有什么？那入叫做无尽差别，开发无尽差别，多字，悉达多，遍悉通达一切多，悉达多，这就是大觉的面相。所以说，在中国，尤其汉传学佛法，你看文字就知道它代表讲什么，连名字啊、古德译名啊，它都非常维系。所以像上次讲，为什么讲一格，对吧？一格成众仙华，它为什么不讲一百？一群都不讲，一格，他就要取他的一个一相跟一个戒，有他的行为规律在里面。你有这个行为规律，你成的才叫做仙华，才是一种开发相。你没有那个行为规律，你成那个叫仙华，我们叫乱华一片的。所以仙华有鲜明开发的意思，鲜明开发的意思，这叫悉达多。所以悉达多大觉现前之时，他一定是一定是决心现前时，他只有就是大觉心体随缘应现之时，你会发现最初的行持只现行七步，现象的现七步，哪七步？就在七世上七步。你其实每一个念头起处，你现在堕在就是每个念头起完了，你现在堕在这个烦恼这种气氛当下，可是你最初在念头从决心中现前的时候，它都是七步，啪跳过了那七步。众生不见的时候，那七步当然不是莲华脱足了，对吧？你要是念念之间都在决心上的时候，每一个七步就在那一刹那的七步当下，都是什么莲华脱足？脱足就是什么？步步都是清净。你能离开那七步吗？你离不开。你说那七步吗？事实上是。悉达多就是什么？最初要是没有脱缘示现时，就是如来藏；从佛母身下时，从幻化之中随缘起成的一切意成时，那就是什么？那叫做阿赖耶。阿赖耶脚踏七步，就踏前面七世。步步莲花就是什么？他在七世中清清楚楚，现前就是七世。
它不离前面六识。众生在业感上面不知道是根本觉性的时候，那末那是众生的流转的这个业根的。可是觉心现前时，末那就是什么？末那就是它能够入一切缘起的根本的什么？根本的智慧的延伸呢，所以叫末那。末是刚刚不跟你讲说远吗？哪里有缘，它就现到哪里去。你在多远就现到哪里去，叫末那。末那是，你决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末那其实要是懂得的话，它就是什么？就是你的神通了，就是你的目见连。马上就到缘起现，就能马上现前，所以脚踏七步。这但是虽然现的是世间的脚踏这个七步，但为什么九龙吐水呢？法中虽然现的世间是脚踏七朵莲花，但是呢，它是在什么？在九法界所有一切的十维上面，全部都在九法界的十维，叫九龙。九龙就表示九法界，龙角行步，九法界的行步。然后冠目如是什么？如是七步，冠目如是太子，冠目如是七步，念念之间没有离开过九法界。那刚刚讲的说，他七步之中，悉达多代表如来藏，也代表阿赖耶，叫悉达多嘛。他一切意尘，也就一切种子在其中，叫做阿赖耶。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阿赖耶，事实上他就是如来藏。正在现前的时候，这个九法界其实就是什么？九龙遇水，九龙吐水，它遇生的当下，这个什么？悉达多就是佛法界，就是十法界。于是悉达多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一切万法之中，没有离开过这一大，叫天上。一大就是决心现出入世之时。决心现实，说一切是觉，就是这个一，从来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一，叫做一大为天，天上，天下，天下叫做地，对吧？地，地中国字啊也写得多好，地中把它拆开来讲啊，叫做土也，土也，你知道什么叫做土吗？在一字上面长养十方，就是土。在这个一大上面是天，但在一字以后可以欲化成十方一切万法，十方万法就是土，土也是雨后词。雨什么叫雨后？或者叫雨柱？什么叫雨后雨柱？就是它能够成就下面所有的，成就一切法。所以土字就是什么？一字上面十方，一大叫做天，是德。一字成就十方是什么？是所有一切德中的张扬，德中的张扬啊，这叫做在这个上面，不管在一大之中所现的一切智慧的妙用，跟所有一切将来看到在这个一大之中这个一字上面所张扬的一切万法，都是什么？都是唯一大觉所安立，依此大觉方可安立，所以叫唯我独尊。这个我字不立我相，但是它能够成就一切我。所以在大乘佛法中才叫做大我，大我之中我不立我，因为不立我故，所以才能够成就众生一切我。喜来的时候有喜我，怒来的时候有怒我，你处处感觉到有我，事实上你会发现你是哪个我，你什么个我都不能够立。但是有一个，你不能用名字来名他，你不能用相状来像他，你不能用手指他，你也不能够具体的能够捉住他，能够看见他，那个却随你的心灵立处处立那个中中我的那个是真我。任何你感觉到那个我都会幻灭，那处处都可以立个我的那个我，那是真我。感觉的那个我，喜我怒我爱我乐我，随缘缘来缘，就是刚刚讲的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缘来则来，缘去得去则去啊，就是幻灭。但你会发现真正那个我呢，非喜非怒非哀非乐，那个我根本也不必在任何地方再说种种我，那个我才叫大我。那个我是一切法之尊，那个我才是常乐我境中的我，
对天上天下，对吧？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对吧？只有什么？有标明相，只有标明相。不管在体在用，在天入世之时，那个天德，就好像在种种作用当下，在镜子前面，就是在体上，在镜体上，在镜色上面，在镜体叫天，在镜色就叫做地。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根本镜体的大照所现。那个大照是什么？就是表现镜性的时候，那就叫做悉达多。我没想到讲这两个就讲了一节课啊，经文一句没说。这个啊，这只能这样暂时讲，因为抄了很多的句子，都讲完的话完了，下一节课也没有了啊。好，休息10分钟。